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 AK，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巧妙漂亮的起球动作，挑踏起球。第一步，做动作前，将脚尖插入球与地面之间的空隙处，脚尖指向球的重心，如视频所示，单脚起跳向自己的斜上方挑球。再来一次。第二步，尝试练习，用自己的脚底前脚掌由向向下踩球，注意踩球的时机以及背弹起球的运行轨迹，最好是直上直下。开始。第三步，将前两步动作合起来，在直身脚起跳前，可以将另一只脚提前抬起，为踏球做准备。需要注意的是调与踏的时机，初学者一犯错误是将两个动作分开来做。好了，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，你学会了吗？只要大家集中精力，多多练习，多多总结，相信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突破。Go beyond every day. Keep ballin'.